等你。大姨，管谁叫大姨呢你？长那样还管我叫大姨，你叫姐我都不答应。我说合计家里没人，叫大姨不亲切吗？叫姐。大姨。叫姐。大姨。叫姐。大姨姐。啥事儿你说吧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包我呗？我啥你？我包你？我的妈！这让我老公听见，还不踢死你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在生活作风上，那是从来没有偏离过预定轨道的。让我包你，你得等，你得狂等。想什么玩意儿啊？思想这么复杂呢？什么？这包我呀？你把我们家大门关！不是那什么，你不是咱们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委员吗？啊！这马上开春了，小区那个防水工程啊，我是说防水工程，想让你跟大伙说说，包给我。这事儿你吓我心突突直蹦，工程你会干吗？哎呀，那有什么汤啊？摊煎饼呢？差不多。啥差不多呀？防水工程那需要资质，你有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再包出去嘛。跟我这玩空手道呢？得了得，别说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定不了，就是我能说了算，也绝不能包给你。门在那儿呢啊，一点给我带。想我不懂规矩。哎，往那边走。哎，那什么规矩我懂。啥规矩啊？啥呀？钻戒。四个九的，3.8克拉。还挺好看的。把我当啥人了？拿着你戒指啊，门在那儿。不是，你看你这，天知地知，你说我这你这收，真是的收。哎，等会儿你别瞎放，我可没收你戒指啊，拿好了，从这儿走。哎。从这儿，哎呦，走，就走了。哎呀，你们家也没有监控，我再说我也不能举报我自己，我举报我自己我不是傻吗？你还不傻呢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拿着你戒指，连人带戒指一块走。不是大姨，你看你咋这么死呀？我给你放这儿。哎，别瞎藏！哎，你往哪儿放啊你？哎，别，赶紧走啊！赶紧走。啊！哎，这可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啊！对，我自己放的。我可没逼你。你没逼我，我自己放的。这回走吧。我能装啊？你看，前面跟我这大这大的，这包是装这个的，知道不？里头好几个呢，搞定。行，那就先这样，回头再聊啊。哎，妹妹，管主任，那就先这样，我去那边找一下小米粒儿，我跟他再练一下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嘞。哎，你没落东西吧？包啥的？哎呦，我这记性啊，你要不说就忘着了，一会儿还得来。常来啊。这什么个东西啊？这是？怎么哪儿都用？哎，你拽我包干嘛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男人包干啥呀？这包是我的，我的包。别拿人包，我的，我走了啊！别拿人包，你别拽我，我跟你撒手，这是我的包。不是你撒，我咬你了啊！哎呀呀！不是你别拿，哎呀，哎，他怎么包包拿走了？那你问他去啊！没完了，你又拽我包。不是，我怕你重，我帮你拎一下。不用，这包我拎得动啊，撒手。我帮你拎。不用，撒手，撒手，撒手。
是时候。不不不不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。你离我远点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快点，离我远点。小美玲啊，你来的太是时候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你啥事啊？我啥事儿？我找，让我想想，我找你啥事儿啊？对，那个，你离我远点行不行？就是咱们不要搞交谊舞大赛嘛。你不是负责人吗？我就有几个动作老弄不明白，我先明天就比赛了，你教教我啊。行啊，现在啊。对对对，现在啊，那来吧。哎呀，就是、哎、我包也放这儿吧。行行、哎、我跟你说哈，就是前面放了啊。你改偷了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啊，你改偷了是不是？我发现你今天特别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特别正常。你往常不这样。我往常我不太。哎，王小川，哎，来的正好。什么？我俩要练舞蹈，那个你帮我拿下包。对对对，哎，王小川，你也帮我拿下。拿不了，我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刚才我和几个小朋友弹玻璃球输了，喝了一箱加多宝，着急回家上厕所。哎呀，憋会儿了你。憋不住了，哎呀。咋的？让你憋会儿不行啊？你喝入心啥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包你必须帮我俩拿着。对，丢东西找你啊。行，那个冒昧的问一句，里边有加多宝没？你还想喝？不是，我现在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再见到液体。没有。太好了，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再憋会儿，但我不敢保证我能憋得住啊。我不管你憋不憋得住，你必须把包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。啥玩意儿？这叫我哎呀！大秦哥，干啥？你别搁那吹了，你再吹的话都我都泄洪了都。憋不住了啊！赶紧上厕所，这憋坏了，要不？你没看着我看包呢吗？包丢了，我得赔，我得赔包。交给我呀，我帮你拿着。你看你去啊，真的啊？好，那可太好了，给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。不对，刚才你不就在这儿了吗？咋没让你看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是不信任你吧？好了，拿。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以后咱俩见面别堵了，改扒了行不？这样谁也不伤害谁。行，怎么扒了？就这么扒了，就轻不了点的，真的，一扒了，一扒了，就这么扒了呀？就这么扒了呀？是不是就这么扒了呀？停！大秦哥，咱俩还是怼吧。改变了吧你？哎呀！大秦哥，我发誓，以后我遇上你，我要不躲着走，我都是你孙子，我都真的。哎呀，钻戒，我说咋让我看包呢？不是你，小强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的，我的，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呀。哎，有人抢包了，有人大秦哥抢包了，你撒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啥？放开！你改抢劫了是吧你？没事，咋回事啊，王小强？真巧啊！是啊，这么回事儿、啊。你完了他，他完了，我不让我，完了我就碰上他，完了夸，他真逼我，我这啪啪就扒了，扒了完之后这是。哎呀，咋的了？不行了，我要泄洪了，我要泄洪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不是你抢我俩包干啥呀？还说不中听，什么时候抢你包啊？这叫。那啥意思？没抢他的，抢我的了呗？不是那个事儿哈。你叫你别理他，别理他，你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啊！今天就这样吧，让他给搅和了啊。那个，那谢谢你，行不行？不客气。那行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完了那啥，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我上管点那儿去了啊。好，你过来，你跟我说你今天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
你想干什么？说。哎呦我的妈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哎呀，你还给我惊喜呢？你给我带来的天天都是惊吓。你看，我那什么，我刚学了个魔术，然后我会把那个东西夸就变成包里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给我变魔术？啊，那行啊，那你变变，我看你是会变金鱼、鸽子，还是变个大钻戒给我？哎，我你怎么知道我能给你变钻戒在里头啊？你真要给我变钻戒啊？啊，行啊，那你变，哎，但是我跟你先说清楚，你变出来钻戒挺好的，你变不出来钻戒，我就把你变窟窿。放心吧，啊，你看着啊。变，没有啊？嗯，没有。哎，这没有啊？嗯，哎，一二三四五。哎。这就进来了啊！你看，你自己看，真的，那我可看了啊啊！没骗你吧？真没骗我，是我自己骗了我自己。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找着，在哪儿呢？找哪儿呢？哎哎，撒手撒手！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是想摸我手。不是，真有钻戒在里头。摸完手了还讹我一钻戒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有。你看你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？不是这样，哎呀，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找啊，在哪儿呢？骗子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这小门铃，小门铃是，哎呀，小门铃。哎，你太好了，让我看你不是吧？你老师好，那必须的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比赛？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去看一看。必须给我们家孩子加油啊！好嘞，祝你们夺冠啊！必须的，有小米出场，肯定错不了。哎，你又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拿我东西。拿你东西？对，我钻戒在这里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包？什么？这是你包，但是那个东西钻戒在你那里呢。你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？我包里怎么能有你钻戒呢？他知道，他是。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留点面子啊！究竟咋回事，我就不说了。不，你那钻戒，你不放大美包里了吗？你上人小米粒包里来搞啥钻戒呀？是啊，你不看见吗？我放大美包，他走啊，我跟着他俩就碰着完，他在这讲我。行，你别再乱了，你今天咋的了你啊？你刚才也抢大美包，现在又抢我包，怎么的？什么钻戒？哪有钻戒呀？这必须得还我。那行，那也行，那什么，那你要不给我钻戒，要你给我把事儿办了。跟我玩儿？不是，诬陷我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今天找不着钻戒。哎呦！看吧，你找吧。哪个是你钻戒？真没有。不可能，我知道咋回事了。因为我来之前说你把他给他完，他就不承认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还我钻戒啊！要把事儿给我办了。不，你这人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你就是你有病吧？你才有你这这这。啊，对，我是有病。哎呦，不行了。哎，你把钻戒给我，告诉我有病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不然我找这我有病，你管我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的哎。我有病啊！赶紧还我钻戒呀！救呢？哎呀！我怎么还躺地下了？起来，赶紧的！大美，怎么还躺下了？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美。犯病了吧？他不是，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是今天早晨吧，他拿个钻戒放你包里了，然后他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说啥找不着了，然后非得上小米粒那包里去，哎，说在人家那儿呢。你说他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吧？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吧？你为啥要往人家包里边放钻戒呢？我跟你说呀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行，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不能说话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话都不对，你不能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你过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大美啊，这不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吗？我先给你拿点东西表示一下我的心意。哎，你是那意思？你别说话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能说话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呀，你别说话，你说什么？别说话。我就这个意思。那你是这个意思哈？那行。那这个钻戒，在我这儿呢。刚才没有。你这。
这个人哈，真挺有心的哈，故意给人家买了个钻戒，然后偷偷的放在人家包包的夹层里面，不告诉人家。其实我都明白，你就是想摸人家手呗。费那么大劲干啥？多大点事儿啊？真的啊！我知道了，是王小倩搞的鬼。谁捣鬼了？谁捣鬼了？我那是见义勇为，急中生，灵机一举了。我才把那个钻戒藏到夹层里边的。我刚才看着大青哥谁眉鼠眼的，我不得防着他点吗？我呀，防我干什么？你防我？不是，误会了。不，虽然是个误会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误会。你看，咱俩相处这么几天，你就出手这么大方，让我真是不好意思。谢谢啊，那啥，你过来。过来，让你过去呢，不是傻呀你？我去，小米，咱不看这个，咱走。对，小米粒，咱不看这破玩意儿，走。他俩过去干啥呀？亲嘴儿。啊，太磕碜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过来呀，快点儿，停。闭眼，撅着嘴干啥呢？人都走了，没亲着，还搭个钻戒吧？该。哎呀呀呀！我吃，大青哥，我吃，哎呀妈呀！